晚安，晚安。我把音乐关小声一点。嗨，晚安，大家好吗？星期六晚上你们在干嘛？嗨。介绍一下这首歌，这首歌是《超时空要塞 Delta》里面的一首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洗脑。你也知道，就是哎，有人听出来了耶。就那时候，其实就我会坐 Ruby 的车，然后 Ruby 的车上常常会放这首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中毒了。对，然后今天是我看一下今天几月几号。今天是7月16号，然后其实我有收到一些讯息，然后是他们有人想要就是利用这个时候，就是做一个，我觉得我好像是 DJ 点播时间，有没有？就是以前那种观众就会写信，然后就是到那个电台，然后就说我想要跟谁谁谁说那个怎样怎样怎样，对，就是有人呢写信给我，希望我可以跟他的朋友说生日快乐。然后我来看看，好，有一位男优 S 要告诉男优燕，然后说去年生日的图片希望你会喜欢，然后虽然我把你19号的生日记成16号，但你都抽到犹太猫，不是犹太猫哦，是达太喵。虽然你都抽在达太喵了，就别计较啦。祝你越来越坏掉，然后祝你改天抽到暗天亚瑟，生日快乐，哈哈。好，这是男优 S 要告诉男优演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冠名要跟定南说生日快乐。定南，你的好朋友冠名要我帮他，要我帮他跟你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恭喜这些巨蟹宝宝，你们生日，对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开心的生日咯，又长了一岁，希望你就是越来越好这样子。因为卢比本身就是一个中毒散布者之一。周末开车到山上避暑看实况，太热啦，生肉快熟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跟大根同一队，有人很怀念这样子的广播性吗？对，我记得应该是只有这两个吧，还是还有别的我还没看到，我记得应该是只有这两个。对，好，问我为什么要跟大根同一队吗？因为其实你也知道我那我那一次是第一次到大热门去，有人谢谢我了，哦，好，看来他在那个聊天室里面，就是我第一次到大热门去，然后就觉得人生地不熟，虽然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是之前有来过那个，我的刘海把它盖起来了，虽然有来过木曜室，然后所以有认识，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来宾然后跟主持人可能我就是刚接触就没有很熟，我会有一点害羞，然后就可能就跟大根唯一跟大根比较熟而已，然后就希望那个制作单元就有希望说就是他稍微照顾我一下这样，对啊，就跟我比较熟，然后他又比较 carry， 所以玩游戏我可能比较不会被惩罚的那么惨这样子。认识的只有大根，不过那一天虽然以前有跟丫头见过面，可是其实就是打个招呼，没有特别熟啦。但经过这一次，就是可能就可以跟别的艺人当好朋友，这样有聊比较多天。有人问我要叠87吗？有，我要叠，我要叠87，我要叠87。对。可是因为我其实我明天还有活动，我必须等一下就是不能播那么久，我可能就要去准备了，所以应该不会播到叠87的时候，又或者是87，我可能就自己关台之后来叠啦。对啊，跟大根一对其实还蛮不错，因为大根还蛮强的。啊嗨，精灵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就先
看一下，我先来开这个游戏好了。我记得这游戏的背景音乐的话会比较，就是比较安静一点。好，有有点恐怖，有个小男孩跳下岩石了。好，感觉他在逃亡，他在逃跑。好，我就要一直跑，跑，跑，跑。会不会有东西突然跑出来啊？这样我会尖叫哦，觉得有点恐怖。是的，这是新游戏，叫做 Inside， 然后有点恐怖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要去哪里？我跳上树干了。它就是用方向键，然后呢来控制。为什么一走进来就这么黑啦？好恐怖哦！你们看得到吗？这么黑你们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。好，有。哎，按上就是跳，按下就是爬下来。应该不会有东西突然出现吧？这好安静哦。Kili Kili I， 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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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我是要让他发现我，还是不让他发现我？可以倒车。告诉大家，倒车的时候不可以在车子后面，很危险，会被撞。好，看来是不要让他发现我，因为我其实也走不过去。好，又变黑了，又变黑了。右边黑，哎呦，有人欸，我们看看如果被发现会怎么样好了。哎呦，我被发现可能会死掉，被发现会死掉，掐死了，掐死了，掐死了。好，所以大家不能被发现。好，刚刚是示范哦，就被发现就会被抓走，然后现场掐死。好可怕哦！哎呦，所以不要被他们发现。哎呦，好可怕！躲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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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开！这游戏好安静哦。感觉这种就是可以玩那种小男孩的各种死法。啊！啊！推他好了。啊！啊！推！啊！哇！一跳过去就发现。一群人在那里，好恐怖、哦！嘿嘿嘿嘿，哎呦，狗！哎，冲啊，冲啊！这游戏好安静哦，啊，有点高，跳下去会不会摔死嘞？啊，没有，结果没有。结果没有摔死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有狗，有狗，糟糕！这是要滑下去，然后扎死那只狗，是不是？看来不是。好，嗨 ，OK，
跳跳，哎呦 ，no jump。是不是会跌下去啊？小男孩摔死的各种死法。哇！我跌下去了，救命啊！好可怕哦！他是不是用光在照我？他 是用光在照我？我是不是被发现了？狗来了！狗来了！要咬我，我会被狗分尸吗？啊、哦！救命啊！啊！死掉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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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起来！躲起来！躲起来！啊！转标啊！不要！好恐怖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不能被他抓到。好，再玩一二三木头人。小男孩死的各种死法，跑就对了。好恐怖哦！又来了！啊！要用冲的，看有没有办法不被发现。好恐怖哦！怎样一直照啊？他这灯是不会回去，走！哇！啊！一定会死掉啊！好快就冲过了。等一下哦，这设定没有冲刺吗？设定画面键盘怎么这么暗？跳跃 up， 降好多了，好，返回，返回，继续。又要死了，又要死了。
阿爸嘞，吓死了！西高啊，虽然我爱狗，但你这样追我，我也是会讨厌你的，好吗？哦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可怕！背景换白的，背景可以换白的吗？哦，你说我的那个直播背景吗？应该是没办法，坚持没办法。现在换的话，好像没有办法耶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换，就黑黑的。这游戏就是黑黑的，我只能在设定的地方画面，然后让它的亮度再继续变亮。大概就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这整个游戏的气氛就是很黑，很黑。画面变很小吗？我看看哦，这个编辑场景。哦，因为刚刚全荧幕会有点不方便的地方是看不到大家聊天室，我就必须一直的看我的手机。来了，这样。有。好。好了。有人说只能贴白图片在最底层了。嗯，要吗？不要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本来在玩，然后呢中途打断，然后呢就花很多时间在设定上面，可以不要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的字是白色的了，不然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可以跳台，我是不在乎。不好意思，好。对，它前一款游戏叫做 Limbo， 然后也是整个就是黑黑的。嘿，那刚刚那个是因为是在黑黑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你的画面就会看起来很黑。那它还是会有到比较亮的地方。好可怕！哇，死了！死了！这真的是小男孩的各种死法哎、欸！嗯，就我要过去，车子才会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小男孩有那种被掐死、被狗咬死、被枪打死。好，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怎么有人说秋秋离职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他，我觉得那个车其实就等在那边，然后等我过去。
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这要怎么过啊？真的哦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防身的武器。我觉得他就是在等着我哎、欸，冲啊！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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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走了。他都没有冲刺啊，他没有冲刺。车子还是停在那里，车子还是停在那里。好，车子还是停在那儿，停在那儿。看看，哎呦，画面又跳出来了。有人开车门，该不会过去要死一次？男孩的各种死法，哎呦，这一定会跌倒，所以我在想，这应该不是从这边过，这应该不是从这边过。过，死了，跳，我刚跳了、啊，快跑啊！会跌倒啊！是要跌倒前就跳吗？跳到水里？有跳啊！我跳啦、啊！我跳啦、啊！我跳啦、啊！哎呦，等一下。我跳了，是看不出来那是一个洞还是一个池塘。跳过地上的树枝，好，跳了，快！哦，又一台车！啊！靠背啊！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烦嘞、欸！狼群咬死！我有跳，好不好？我明明就有跳。哇嘞！一直跑是不是啊？完全不知道这游戏在干嘛。哇！狗是会冲过来咬我吗？如果我不跑的话，啊！咬死！就一直要冲。
完全也不知道到底要躲还是要干嘛、啊。刚一直跑也是一直死，好，跑了也是死啊，跑了也是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跳！林北嘞，干！淹死！哎呦，这个光到底是手电筒的光，还是对，的确是手电筒的光，因为看不出来那到底是人还是什么。呀哈，好可怕哦！游在水里，他应该看不到吧？留在水里，他看不到，他看不到，他看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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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好，对，刚刚有个被狗群咬死，然后再还可以淹死他，各种死法的新尝试。哎、欸，这是死猪，哎，这是死猪，这是死猪。冲啊！觉得不冲的话，可能会死很惨。好可怕！这样应该没人了吧？我是到了某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就又死掉。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我过去了。真是的。那就可以干嘛？不能干嘛？这边都没有道具可以拿，没有道具可以拿。有人说结局很离奇。这是什么？小鸡耶、欸，那是小鸡耶、欸，但小鸡不能拿，小鸡不能拿，讨厌。为何小鸡不能拿？这样一直跑应该可以吧？应该不会又莫名其妙死了吧？啊！很多死猪，很多死猪，好多小鸡哦。他们是要来吃我的吗？推门，推门！居然不能推门，然后是要爬绳索上去。对，被小鸡咬死。等一下哦，看来是要用荡的。我荡过去啦，还是有很多小鸡的声音。跳下去应该不会有人吧？啊！有动静吗？没有，我多心了。推不动，所以这个不是机关。
么啊？不能推也不能拉，小鸡都在外面，开始解谜了。没有用，这里卡住门勺是啊，在玩棒棒，把小鸡放进来。小鸡，来啊！然后呢，要弄到那个这是什么碎肉鸡吗？是要叫小鸡把我抬过去是不是？麦克鸡块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在干嘛。把小鸡放进来，然后咧要干嘛？有个机器要拉起下启动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能放开哦。干嘛啊？ I have no idea.
十分钟。要这么久吗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摇下来，不能啊！小鸡跟着我，我要怎么在这边？让它启动的同时，然后又让小鸡跑到那边把小鸡吸走。哦，它开始在吸了。我才不要看你们聊天室哎，好智障哦！完全不知道要干嘛。没干嘛、啊，其实小鸡就利用完之后呢，就抛弃他们。好，还是死猪。啪！摔死。
跌在死猪肉堆里面死掉。来看一下，没有别的方法吗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下去吗？好，来，然后，哦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他只能走一个直线，然后可是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拿道具。哈哈，好，利用那个死猪肉在地上当那个跳垫，跳在它上面就不会摔死了。看来是要推过去。推车，推车，推车，推车。推过去，推过去，推过去！喂，跳！哦，我是把聊天室关掉了啦，因为有的人会乱讲，乱讲要干嘛要干嘛，我会觉得我好像自己思考会比较好。刚刚是怎么发现要从那个墙边这样跑过去嘞？因为我发现有一只小鸡跑得比较慢，然后我已经在拉杆子了，然后呢小鸡才跑过来，然后它比较慢，然后我已经拉杆子，机器启动它就被吸过去，是这样子发现的。看来这边都没有人耶，继续逃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！哇，会被猪撞死，被猪撞死，好烂哦！男孩的各种死法又增加一个，被猪撞死。哎，他的尾巴还在动，可以把他杀了吗？还是不能杀小动物啊？假的，小猪没死啊！哦，不能被猪撞到，要跳到他身上。跑过去，死了。猪昏倒了，猪昏倒了。暂时的，假的。这里要干嘛？看来外面应该有东西可以用吧，有绳子。不行，因为它不在我们跑我们动线的卷轴上。假的，死了就假的。哎，暂时的昏倒是暂时的。哎呀，这只猪业障重啊，没有东西可以用啊。
站在猪上面哎、欸。可以把他的尾巴拔下来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而已，哇塞！要把他推去哪？这要干嘛？有点可怕。好可怕哦，怎么了？我头被夹住了，然后呢，其他人就活了。正在干嘛？我可以控制他们。把这个门弄破啊！因为要控制他们嘛，然后呢，一定是要推东西，一定是要推东西啊！高，一定要四个人一起推才有办法弄坏，而且他们的动线是只能在那个上面。我来想一下，不行，那好像在跳舞台剧哦。有了有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不是啊，起来啊！有了，有了，然后一起再把这个推倒。我是拉开。哦，有了。我觉得拔猪尾巴真是太诡异了，拔猪尾巴是真的很诡异，真的不是我在讲，是真的很诡异。谁会莫名其妙去拔猪尾巴嘞？这游戏假的，不对，假的。暂时的，那我要干嘛？来到这要干嘛？
哎呦，这我居然一个人自己就可以推开了。哦，阳光，是阳光，阳光是你。我看到阳光了，我看到阳光了，所以我重回自由了吗？我重回自由了吗？重回自由了吗？对，这游戏也好多人哦，我会不会被他们杀死？围殴杀死？冲啊！还是其实他们都是活尸？都是活尸？全部都是活尸吗？冲啊！好可怕！快逃！快逃！我看到绳子了，一定是要拉东西。哎，不对，一定是要推过去，然后线就会下来。然后我就可以跳上去，跳 ，jump， yeah， I'm good， I'm good， see， 头就 ，I'm good。又是小鸡吗？怎么小鸡又来了？为什么小鸡又来了？又是诶，那好像不是鸡，那好像不是鸡了。接下来是节奏游戏是不是？不是鸡啊，飞走。好啊，看到我就跑算了。本来想跟你们当好朋友的，算了。没有饲料就不理我，算了。呜呼，哎耶！该不会那个鸟他们又回来了吧？好，看到这个楼梯可以往上爬。干嘛呢？哦，好高哦！不要！感觉这要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哦。这是最高，我是到底要去哪嘞？要去上面吗？可能是要去那边上面。耶、yeah ！然后这个箱子要干嘛？把它拉进来，还是要把它推下去？应该是要推下去。摔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推完要赶快往回跑。我刚刚就有在想这件事情。跑！哎呀，吓死啦！哎呀，吓死了，太高啦！好，这里有个洞。哎呦，这里有东西耶！哎呦，真的，先看一下右边有什么好了。看来是，哎。哦，那边有个开关，感觉会有车，然后这边是有电，有电线，有电线，然后过去过去，哎呦，有颗球，球要干嘛？成就解除，是这样吗？啊，这样就弄坏，然后就这样哦，干嘛啊？看这绳子好像不行啊，算了。哎，又要用头来控制，是不是？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垫过去。垫过去，然后没有啊，没有东西可以拿，没有东西可以拿。还是让车子开过来啊？欸，不对，反正打开，洞打开了，可是没有人啊。嗯，还是我弄错了，可能要放人进来之后，然后才把电拔掉之类。得去哪里？呜呼，跳跳，呜呼！不能！跳用力一点可以吧？不然啊，它固定高度啊。跳，有东西。用力跳。
哎呦，还真的哎、欸！哇，厉害！有，又要有恐怖的人了吗？有恐怖的人要进来了。这真的很像舞台剧耶、欸。感觉有两块木板在地上，他们要交错。或者是两个人要站在同一块上面，有可能两个人要站在同一块板板上。他说可以关门，哦，可以关门。好，可以了。等距 ，OK。好，我出来了。然后，哎呦，感觉会回到市区里面，但是这市区也是没有人的市区，所以嘞，我要跳过去还是要滑下去嘞？下面有人的影。上面有人的影子哎、欸！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呢？有没有东西可以用？不行。跳过去。应该会死吧？啊！死了！死了！怎么跳啊？这不可能啊！
除非那个线可以拉，但是这个没有在我们的移动的那个动线里面。十二，这板子不能拿啊，东西可以拿。梯子，有梯子吗？有梯子吗？没有梯子。管子，哎呦，有了，跳了，跳到管子，然后他就抓住。又是鸟那个一直在动，哎呦吓死了，惊险，好惊险，这应该是可以直接走过去，你是赶快用炮哇嘞！哇！那个应该要跳过去，要跳过去，不然就是要跳。哇！喂，跳！跳！摔死，各种死。有人说小孩是德瑞克小时候，是真的。但有时候他，哎呦喂呦！它不像超级玛丽的控制器一样很好用，大家一直在走路哎，看来就要爬水管了。啊，这是僵尸吗？我没有用手把，我是用键盘啊。哎呦，我会不会？被他们发现，然后全部过来把我咬死啊！没有被发现。会不会被僵尸咬死？又有小鸡，不对，是老鼠。哦，这边有梯子，然后可以上去。好的，是不是没有东西啊？有老鼠哎、欸！如果我把梯子往那边推嘞？推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耶 ！It works.
麦。好可怕！我会被杀死，我会被他杀死，我有可能被杀死了。好可怕、哦！啊，死了！要爬上去，要爬上去，要爬上去，爬到没有光的地方。不行哎、欸，好可怕、喔，好严苛哦、喔！我真的是，这要小心，真的，一点点光都不行。快躲起来，不能被他看到。可能，那要怎么过去啊？不能爬，那个不能爬，不能爬，不能爬。该不要搬尸体吧？有可能要搬尸体哦。不行，不在动线上，所以我也不能搬。这样。这是在 Steam 上面买的。啊！我还没开完，他就死了。看来要开更快。对，各种崩溃。Fuck you！烦呢、欸，偷吃布。哼，我也是很聪明的。你以为？我告诉你，我很聪明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！但到这里，重点是上楼了，终于。吓死我！还以为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一只鸟。原来是一只鸟，我会不会被鸟吃掉嘞？走过去，然后鸟就啄死我之类，或它不让我过路，会不会？很有可能。哦，还好，
还好这游戏没有那么邪恶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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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又怎样啊？学死人走路。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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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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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好恐怖哦！因为我是主角，所以，你看，那这边就是要跟他们一模一样。如果不一模一样的话呢，你就会被抓走。他一直拍我啊！跳！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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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！跳！大！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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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！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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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恐怖哦！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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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我该不会等一下要被狗追了吧？咬死了，被咬死了，还是被咬死了！忘记按跳，就是他跑下来的时候，我跳上去，被狗咬死，又被狗咬死一次 ，again。摔死他，要很准的抓到那一只，那个吸头的那个，吸头的那个。等他下来，等他下来。哦，还好，碎！告诉你，这就是碎，是不是？利用工具人，然后把我拉到这边，让我逃走。很好，
看来在这里。好，很好。Good, you're good.在这边，然后呢，再过来，可以啦。然后呢，再过来，这样就行了。你把我推太过去了。虽然说你只是个工具人。但是也是要好好做嘛。好，然后嘞，这样是摔死吗？这样也摔死啊？还得了？随便都摔死了。一路推过去吗？哇，是应该是要一路推过去。一路推，一路推。工具人，哎呦，不要爬上去嘛。他也很灵活欸，老实说，请你一路推我过去。他有时候游戏的设定又不一定。太歪了。要从这边吗？推过去了。要推到哪？替身是哪门子的？然后嘞，替身要干嘛？
这样吗？不对啊。哎。这可以干嘛吗？拔掉就没有用了。到底你刚刚那样有什么意义啊？有点不懂。不小心按错键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。哦，所以一定是只有这一边这个东西是有用的。所以要有人爬上去。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要那个啦，要有一只站在上面，要一只莫名其妙然后站在上面。
边，在这边拉回来。那是人吗？怪恐怖的。来不及，好，这边一点就好了，边就好了，然后可以掉下去就好了，掉下去应该会死吧。就是要掉下去的时候就要赶快跑走。嗯，有人搬东西来了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干嘛的？哦。怕死人，吓死人了。看有没有东西可以，欸，没有东西可以扶，欸，那水里有东西吗？水里有东西吗？水里有洞吗？欸，哇哦，推过去，推过去。
呼，下去。哎呦，随便乱跑一个实验室，然后最后又被抓走，然后杀死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好好玩哦！看来是要按钮，手很贱，随便乱按。那个灯要干嘛？啊啊！还要再碰一次那个，然后它的门会打开。我先上去吸口氧气。哎，可以在这里看看这边在干嘛好了。退掉了，哦，好。哎呦哎呦，太久没呼吸死了，明明才一下下，明明才一下下，它就会关起来。太好啦！要干嘛呢？有灯欸，
然我也不知道拿那个箱子到底要干嘛。那就先推了。应该是水淹高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去拉那个绳子，应该是这样的啦。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的话，是这样。因为火车过去，然后就被枪杀了，有够恐怖。欸，那边有灯欸。被照到就死了，所以要去转那个东西。看这个滚筒可不可以，铁桶可不可以用啊？不行不行不行。看一下那个灯它照的范围在哪里好了。哦，它有一个水管可以挡住灯，水管可以挡住灯，就跟着那个灯的影子跑就可以了。水管挡住灯，水管挡住灯。聪明。还要快一点，而且呢，转到一半的时候呢，还要跑回去影子下面。水管在挡住灯，你们不要在那边一直讲好不好？来不及跑回去，来不及跑回去，还要抓那个猜名。我猜我应该是要借由这个铁笼，然后跳过去。
什么跳不过去？喂，这边也有灯啊，这边也有灯，这边也有灯，还俗了。东西可以用，吓死了！哎呦！要下去吗？等一下就会关了，因为我明天还有事情。六，哎呀，会被过去，然后就被抓走，然后又被掐死之类的呢？有狗哎、欸！我觉得上去会有狗哎、欸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底下有没有东西呀、啊？对啊，又要有狗来追我，真的很烦。东西，我不知道那边那一头是什么。所以狗来，然后我还要跳回水里吗？不会要这样吧？快要这样吧！那我潜下去。哎，他还追来！
恐怖啊！哇哩嘞！哇，又有狗！啊！我跳不上去啊！干你娘嘞！鸡巴毛！奇怪。我刚刚已经按 shift 了，可是他不让我跳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！快跳！哎呦，直接被抓下来欸！就是要这样来回，然后这么迂回，然后去搬那个木头就对了，抓走欸，什么鬼？很难拔欸，我用力拔可是也没有用啊。小男孩动作太慢好不好，他没有办法拔得很好。而且小男孩也是超慢的，动作超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完全无法，好不好？爬上去他也是抓得到，他可以跳上去把我抓下来耶。可是他的设定，他就是下来的时候会摔倒，因为我没有跳，我没有跳也一样。有狗来，我就一定会摔倒。哇，来了！你看。
跳下去，刚刚没有摔倒啊，刚刚跳下去没有摔倒，然后呢，狗还是一样冲超快的。我觉得你们可以玩玩看，因为其实它就算爬到一半呢，狗它会推，就把你推下去，然后你就倒了，或是你已经爬到一半了，狗是会跳上来把你抓下去的。你看哦，它刚刚是狗把我推下去的哦。哎呦！我觉得根本没有机会啊！哇嘞！发现其实我没过去，
玩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难的。拔木板拔很慢呢、欸，你看狗都来了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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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结果还是掉下去死掉。那里有人，有人上来了，我会不会被杀死呢？这是要去哪？其实完全不知道他要去哪里。所以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哎、欸。应该是要去那个红色的门，但是该不会是要我爬出来然后开门吧？那这样子的话也太酷了。集气冲刺。
哦，推开嘞，根本就不用干嘛，好无聊哦。哦，撞了撞了，哎呦，我到水底了。到水底了。这应该要撞进去吧？撞！这有破洞啊！你看，这是破洞哎。海底世界，但不太会操作这个船，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怎样才是冲撞，就一直按 shift， 可是有时候他又冲，有时候又不肯冲。是集气之后按冲还是什么啊？哎呦，这里感觉也是要冲哦。哎呦，他又不冲了。有需要撞这边吗？哇！
啊，怎样才是集好器？其实我也抓不到。像范围够大，它所以从中间正中央穿过去应该是可以了。我要怎么出来嘞？大家是都玩过了是不是？还是都看人家玩过，所以都知道怎么讲。你们真是有趣。捏死，哈哈！男孩的地，另外一种死法，直接捏死。所以一定不可能是这样子。我往前走，他不让我往前走，为什么嘞？他就是注定我要被杀死，是不是？
不然我再试一次。你看哦，我按了，然后我往前跑，他不让我往前跑。好，现在可以跑了。地上门能开吗？地上门不能开，因为我刚刚开过了。地上门不能开，所以应该要跑更快，一按钮然后跑更快，然后直接跳。死死，八七呀、啊，有够八七的。八七，而且这界面是，如果你要往前跳，你一定还要按方向键往前跳，往前，然后跳，不然它就是只会原地跳。好不方便。哦，有个洞了，可以走了。40分了。好，等到下一个地方我就要关掉了。耶、yeah! ，我直播就结束了。在干嘛？这可以爬上去吗？哎呦！叫你不要乱按，你乱按了什么？啊！哎！反正他往上，然后他就要跳过去。有了，各种男孩八七死法。这边有一根东西，是有要干嘛吗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哎呦，下属软弱。上面又是水，又不小心按钮了。你看这小男生一直随便乱按钮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好，船进来了，这样船就可以进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要跳到水里吗？然后就跳下去，死了，假的啊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有个什么恐怖的东西？刚有一只东西耶，好恐怖哦！不会吧？好恐怖哦！又要鲨鱼把我咬死是不是？别这样，我是玻璃心哎。问题是我进来干嘛呢？所以我开门了吗？这是重点。我是帮自己开门了吗？还是什么？
没有啊。哎呦，这真的跳过去。诶，该不会要冲撞了吧？这是一个要冲撞的意思吗？看一下上面什么。应该就是要冲撞的意思。近一点好了。哎呦，真的冲进来了，有趣。这边又有一个门，看下面有什么好了。不知道下面有什么。好深哦！欸，没有，没有东西了。有一个门又要冲了。在干嘛啊？下面很多笼子，哎呀，关人的。欸，有光欸。这里也有一个门，这里要冲撞吗？不会吧。感觉这就是撞不开的那种门啊，应该是要去开吧。这没有宝物，没有宝物。搞不好是要小孩子跑出来，然后呢？自己下去按那个灯。你，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那么跑去？真的耶。跳得过去，跳不过去。
欸，奇怪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啊？好恐怖哦！好怪哦！那是怎样？我要追着它跑吗？好恐怖哦！还是要冲撞他，我是不是要冲撞他勒？他的毛也太多了吧。我是不是要撞他啊？什么假的？暂时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说要撞他啊，他到底要不要撞他嘞？哇！不知道干嘛、啊？哎呦！哎呀，好恐怖哦！啊，好可怕！他把我抓走了，他把我抓走了，他把我抓出来死了，我又死了一次了，哇！
又死了，又死了，又死了！这游戏真的业障重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他会不会游过来一点的时候我就撞他？玩一二三木头人哦，有地方可以上去啊！哇嘞，这是死路啊！撞开！啊！不要过来！好白痴哦！哎呦，撞开了！有个诡异的，沉了沉了沉了，因为我下去然后有看到一个门，我就想说红色的门，那那个就是可以动的，不是关它，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逃生的门啊，所以就一定是关它的门。哎呦，为何你要跳起来？好，我看一下几点。哇，要十二点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先玩到这边，我们改天再继续玩好了。
Hello， 我是康妮，谢谢你的收看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和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和追随哦。那另外，拜托拜托，赶快去我的脸书，就是这个罗康妮爆发加五郎，帮我按个赞，这样子呢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了。那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，啾咪。